这个时候啦，这个就开始念咒，念这个，他这边有啊。这个咒在所有的道经里面都会有，只要是道家的经典都有这个咒，都有这个咒。这并不是很秘密的咒，而是任何一个道书里面都有这个咒，啊，道教的经典里面都有这个咒的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界。正悟神通，三界内外唯道独尊，福有金光，套覆物身，照覆物身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养育群生，受持一遍，身有光明，三界四位五帝司引，万神朝礼，一时雷霆，鬼妖上胆，精怪王行，内有霹雳，雷神稳明，通会交彻，武器腾腾，金光速现，户户真人。急急如玉皇立令，啊，玉皇大帝也可以。哦，这边只是写着，我写着急急如立令，并没有用上玉皇的名字，本来也是可以用上玉皇的名字，啊，玉皇。这是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的。那么这个咒是中文的，你们大部分都一看就懂，就知道了。啊，都大家这个呀，我上面写着一遍受持一遍，一般的道书是这样子写的，受持万遍。也就是说，你常常念这个。那么你观想这个金光咒，那么你结这个手印，在你的顶上善印，这你身体就有金光给你这个套，这个那个是套覆套住，就有金光把你套住，啊，金光把你这个套住，这个也可以做结界用，啊，一般的。外灵就不敢来，你念一遍这种咒，啊，做这样子的观想，结这样子的手印，也就是你身体的结界，也就是身体的结界。你念久了，身体会发出毫光，会有光明，会有光明出来，鬼神都看得见你身上有光明的。啊，这个方法应该大家都很容易，一个锁印，一个符，一个金光，啊，然后呢，你要念咒，把这个咒念完，啊，你要念几遍，最好念满万遍，在这个道书上是写着万遍，万遍。我这里写一遍，但是道书上是要念满万遍，万遍不是一次念完，而是你每一次你在坛城修法的时候再加上这个，就等于是披甲护身，等于是一种披甲护身的作用。然后它的作用在很简单，它的作用在这个咒里面呢，就在这个咒里面就有了。
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正悟神通，三界内外，唯道独尊，福有金光，造福物生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作用。好、哦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包罗天地，养育群生，受持一遍，身有光明。你看，身体就产生光明。最好是万遍哈、哦，你这个修这个，然后你身体有光明呢，三界四位，这个就是作用。三界是什么？天地人，天上也保护你，地上也保护你，所有人也保护你。三界四位，五帝司迎。五帝，什么是五帝啊？可以讲，他所有你身上有光明，五帝在道家来讲的五帝，就是五种颜色的房地，在夜宫之中啊，有五色房地，五色房地，在月亮的那里有五色的房地，有黑地，有白地，有红地，有黄地，啊，那么有这个五种颜色，五种颜色的这个红色和红地、白地。这个如果依照五行来讲，北方属水，就是白地，就是白，属水是黑地啊，北方属水是黑地，南方属火是红地，红地，这个西方属金呢是黄地，黄地，这个。东方属木，是青地，青地；中央属土，是白地，是白地。这五方啊，五方的这个地，五方五种颜色了。火是红色啊，这个这样听，嗯。哦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啊，五方有五种颜色，在月亮上面也有五帝。这个五帝司迎啊，就是说五帝看到你，还要迎接你啊。五帝看到你还要迎接你，万神朝礼。哇，真的这个是厉害的。你是学会这个以后，大家万神所有的神。都要礼拜你啊！所有神朝礼，所有神都要礼。一时雷霆，一时雷霆就是天上的五雷，都因你的声音而招请。你要招请五雷都可以啊！鬼妖上胆，鬼妖是不敢碰你的。然后精怪王行。这个精跟啊妖精啊，这个鬼啊鬼怪啊，通通这些都要离开你很远的。内有霹雳，内有霹雳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呢、啊、就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出来。雷神稳鸣，其实雷神就在那个时候啊，雷神等于是说守护你的。通会交彻，通会既然有神通了，也有智慧，两种交彻在一起，五气腾腾。什么叫五气啊？一样的东南西北中啊、哦，像我们身上我们讲的，在密教里面讲的五气，就是讲心气啊，心气，上行气，下行气。天行气，火棒气，就是五气，五气腾腾，金光素现，富富真人，
啊，这个金光赶快出现，保护你这个修行的人，就是真人，真实修行的人叫做真人。那么这里是急急如意防利令，你看它的作用多大？你只要学会这个金光咒，你还怕那些这个？ 这个什么鬼啊、怪啊，这些都不怕了嘛，哪还怕什么？嗯，连金上师也不用来，<笑>一定要来啊！<笑>这个其实它作用就在它的咒里面都有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妄自自大啊，妄自自大。 你真正有善心，真正有真心，你这个人才叫做真人，啊，真人。所谓真人，可以讲他是完全清净的人才叫真人。道家讲真人，都是讲哦，这个真人。 可以讲在儒家可以这样子讲，那就是圣人，圣人、真人、天人，啊、哦，甚至于好像佛陀本身也讲说他是人，不过他这个人就等于是金仙，大罗金仙，这个人就等于是大罗金仙一样。 啊，这是属于道家的法，这个金光咒法，金光咒法，这个像这样子，我直接讲的，我写在书上，一般来讲，书上是没有这样子，是我写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有咒，啊、哦，有咒仪，有这个锁印，又有金光符。 就是构成一个修行的方法，你按照这样子去慢慢，你学道家的，你想说，哎，我学到这个道家，这样子，啊、哦，这样子，你自己也会有一种成就出来，那个时候叫做真人，嗯，不是一般的这个凡夫，凡夫在凡夫以上的，你是修行人。 你是真正的在修行的人，而不是在骗财的人，啊，而不是在说谎的人，啊，也不是骗色的人，你确实是有修行的人，就叫做真人。啊，在清净修行的当中，你还永远都是清净的，这种人才叫做真人。